用手机付款改变紧消费者嘅付费模式。除咗北美既有嘅智能手机支付程式，去年中国嘅两大手机付费营运商进驻本国市场，越嚟越多商家逐渐安装呢种付费系统，方便加拿大华人同来自中国嘅旅客消费。健步足球行住嚟踢波，专为50岁以上人士而设，赛规同传统足球有少少分别。请留意星期三晚10点《时代》杂志嘅报道。《时代》杂志系由 McKinsey Investments 万信投资赞助播出。